下怪，他先告诉我。江西啊，我听的，这个我听不懂。不要，那其实姐妹不要动，我再弄一套过来，妹妹，我再弄一套过来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对，再弄一套的新的给你哈，哎。我再弄一套过来给弟弟，这边是妹妹的，这边是这边的，妹妹，我再弄一套新的给你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我再弄一个干净的给你。好，把这刀了。来，姐，来个这个刀了。嗯，几斤吗？几斤呗。嗯。头上的几刀赢掉了哈。没啊。没，你没赢啊！几头上几几平一平几刀啊？都弄满头了。啊，都。啊，来回来给我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你不懂。一刀砍下那么几，你去公车一刀咯，两去公车那人夹几刀，一刀还几刀咯，海边的话。还几刀嘛？海边那边嘛？在哪啦？青菜哦。没啦，就。没啦，你知道，真好了。那你就真好了。真好了咯。小吃店，不能小吃店嘛，谁还放假？小吃店我们我当兵，兵就是讲啊，现在那些点饭啊，那些吃吃，主要大家无闲，啊，我都不要去，啊，无所在行的。嗯。啊，变了。房间嘛，现在吃吃。我好，现在吃，现在吃。有那边有厨房的嘞，有几天。在厨房，我看到那个我们吃那边，我们吃那边旁边厨房，哇，那跟别人我不懂啊，跟假厨房啊，那里面的东西。对。你一进旁边就是那个有厨房的地方，它旁边都有野厨房，把就会有不少。嗯。喝酒的。哦，我谢谢。对，要坐一起的那个。哎，妹妹，后面就这个后面妹。等一下啊，你跟妈咪兑换位。我不会兑换吗？你不会兑换吗 ？OK。妈咪这边吧。要不要？钱。钱，不然谁跟你拿？要不然你就坐这边跟爷爷。哦，好啊。等一下要点菜哈。哦，等一下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人，人来再来点。你跟爷爷坐，你坐中间，要不要？不要紧啦，啊，不要紧，来啊，跟哥哥坐在一起，哥。哎，哎，人呐，他好像要去，哎，人。这顿吃下去你不灵，回新加坡你知道？没有留在厦门的，知道吗 ？OK， 不相信的话，你问问看。OK 啊。要不要？好。啊？要不要？啊，就是跟爷爷住在一起的。好啊。我叫你四点叫他起来也是，但是他我记得都不四点叫。我每天早上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两位，真的，我大汗的，不行，哇，不行，都无法哈，啊，你们兄弟辈的，你们要认识认识，我们这代下去就是要靠到你们了啊，哦，辛苦无法，小姐，以前伫干娘舅徛干娘舅的时阵，啊，来一道，跨一道，跨一拜，啊，十二年整了，啊，十二年整对，啊，十万年了啦，十万年。哎，不止哦，你看一直十年啊，十年啊，差年个辛苦啊，下下年来来来，好啊，交流了，啊，就是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看的，我叫你叫上台，来啦，你再叫上台啊，得的，好的，得的，你是八六年吗？八六年回来，八六年是他。哦，
零五八七啦，那是八八七年啦，八七八七年啊，零四年的零五年的来一次，零五年零五年来零五年来来一次，老太婆现在还在还在还在啦，对呀，还在，他就是躺在船上的那个，啊，那时候对，你妈妈还在啦，那时候妈妈还在那个零五零五年零五年，现在一七年了，你看十多年了是吧？二年，嗯，十多年了。台湾嘛，你们啊，你冇睡学吗？大陆在泰国的修理飞机那个公司的，啊，他是在火车站这边一个公司。啊，我到过来嘛，提早收一下准备一下时间。啊，不用啦，他们匆忙。因为来来几天呢，要去很多地方，要去乡下嘞，还要去乡下，那天去乡下嘛，啊，匆匆忙忙，他们哪要去玩？哎，啊，来来了好好多天了哈，啊，明天就要回的，明天礼拜了，上个拜六啦，上个拜六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明天拜六就要回去了，没时间陪你们，啊。我是一个白人啦，谢啦，我种的最干的，啊，拢最干啦。什么？姜红姜茶？啊，已经有啊。点我？哎，点我，点我。你昨天点了几粒嘛？点了几粒？按照古的原来安尼，伊这个大大名，这个叫金玉，哦，啊，按照小弟弟的这个权贵，哦，啊，啊。是啊，这边话能听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啊，他能听啊，那些不懂而已啊。新加坡还是公平单位嘛？一半古也要听啦，一半古也要听，一半古也要听新加坡的吗？新加坡闽南话也真多吗？啊，闽南话真多啊。啊，泉州啊。讲无咩少少，无去少少啦，而且还可以较难调，较难分单位啊，先啊，安静了，哎，淡薄想啦，有淡薄无想啦，都会变变，啊，讲不听变变啦，伊咧讲什么？哎，作业班咧，哦，啊，无因两个来啦，啊，哎，啊，因两个是我叫请假，啊，请假，哦，对啦，去别请假，对，我能。都还不可以出，哦，都还怎么能可以出？哦，对，你们都家有各家上班噶哈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有啊有啊，系啦系，啊主要个红食，即种个塞车，啊塞车，哎，啊有时啊一包也就真，即个路上塞车啦吼，哎你个厉害，塞车。星期一个开车，星期二啊，周末也有。那个酒帮我开一下吧。啊。你呀，我还需要他，他今年孙啊，啊，今年孙那个金贵金贵，啊，今年孙。喂，老爷，老爷啊，好古，阿妹，我这阵煮饭要吃，啊你，我快要给你一件烧鱼喂，你快要给你烧鱼喂吃啦。哎啦，阿你吃咧，啊，可能是那边讲的，可能是那边呀，遐是你吃抓鱼啊，遐是吃面浆。对啊，我讲的，啊，我听媳妇你甲讲哈，啊，无是下午要煞要请你来，你甲阿爷。